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好像低估了这个游戏的恐怖程度了，我自己的接受程度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高，完蛋了。按左下角的更改可以选角色，记得不要选太黑，不然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不讲。啊，真假的？没有啦，没差啦。就鬼片的惯例。鬼片的惯例是黑人第一个死，但其实不一定啦。真假的？不一定啦，不一定啦。不一定啦，不一定啦。啊，拉拉他们呢？他们还在努力的，对，他们还在努力。在入游戏中。那这个是谁？这应该是……哎呦，拉拉。死鱼眼，就还死鱼眼，捏死鱼眼啊！用十字架阻止鬼的猎杀，哈！我们要激怒他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以为这里叫布拉布拉塞马斯，巴布拉布拉布拉汤马斯 ，Barbara， 芭芭拉，芭芭拉，原神哦。下面怎么有怪饮料？这饮料干嘛？那个不是饮料，那是盐。我刚才拿了两盒油盐。哦，有了油盐巴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怎么在这里撒啦？有什么用啦、啊？我怎么在这里撒盐巴、啊？你撒在这里有什么用啦、啊？避免他追过来啊！他不会追过来啦、啊！哎、欸，白色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圣木。把门打开了。哎、欸，拉拉，把门打开了，我们要快点进去，走走走。就会开始倒数五分钟，五分钟后，五分钟后，如果理智低于40，那个鬼就会压起来，找谁不爽就打他。怎么办？那个魔法一直跑出去，不知道在冲啥。跟拉拉还有默默讲一下，你们，哎，你们怎么把我关在里面？你们很坏。我没有关，不是我关的，我们没有关，我们没有带门。装，真的，这个真的，我不会说谎，我有。为什么大家走路那么慢？因为大家都是肥宅，他不太想理我哎，所以他不想讲话。你想要什么？他想要你的，不要写他的名字。哎、那个天哥，你讲那两句最快啊！现身吧，显灵吧，现身吧。他没有反应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要多喊几遍。你要叫他的名字啊 ，Barbara， 芭芭拉，现身吧。有先生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为什么你叫了？你怎么叫人？我想说是先生的吗？你叫了？门突然打开。哎，顺便讲一下，刚刚你有拿到20块嘛？可以在购买那边看，想要买什么都可以，只是20块买不起东西吧？20块是要买什么？买香奶茶、盐跟打火机。买盐也可以啊，不错啊。拿一个什么？哦，我会怕，我不敢进去，交给你们了。那我们现在谁都不要下车。好啊。改砸太太是吗？马龟什么？马先生吧，先生吧。是这样讲吗？谁用马桶？谁用马桶？我还在还有天气，一直在我的手上。先吧，先吧。坐马桶很好玩呐、啊，坐马桶的声音。马龟什么？你能听到我什么声音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关灯，把灯关掉。不要关灯。没事了。你有听过 Vacharu YouTuber 吗？他有别的房间吗？我们真的很有恶意，赶快出来！我来记住他。请问你会说话吗？是哑巴吗？你会说话吗？一毛都没说。你是哑巴吗？你到底会不会说话？有点反应好不好？对啊，讲话啊，是不会讲话。完蛋了，我不想预感。会不会说话、啊？马格丽特吗？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吗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杀过人吗？
你有听过安利吗？有订阅部落落吗？有订阅沙拉拉吗？你有听过沙拉拉吗？你有听过魔法吗？你听过林千哥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还不说话？哈！我爸妈在哪里？看到直接骂脏话就会出来了。Fuck！ 真的假的啦？玛格丽特 ，fuck！哎、欸，你把灯关了啊？不是啊，你灯关了，它才会写字啊。哎呦，露露，你要小心，你理智快到四十。怎么办？啊，完了完了，要出事了，要死掉了！还没吧？门被锁住了。哥哥的头卡在里面。哈哈总之，我们先拍个照吧。总之，我先拍个照。拍照？为什么？我先，你们来拍我。哈哈哈啊，你说 EMF 是什么？可以再讲一次吗 ？EMF 就是刚才那个，我捡起来给你看。你看我手上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可以测 EMF 的东西。五级是红色吗？对，它就会变成最右边那个灯，然后就它是哔。千哥发出仓鼠的声音，仓鼠的叫声是什么？哇，我太屌了！啊，我的照片只值七块啊！我的照片只值七块哦。因为你死掉了。谁说三百块？谁说的？买保险？哪那么好赚？这样子要怎么赚钱 ？OK。来啦，走吧。Go Go Power Ranger。George Taylor。有些鬼要骂他哦。Show yourself, tell me your name。怎么那么 N 啊？真的。George Taylor, fuck！ 我说是要骂中文吗 ？George Taylor。可是感觉骂中文不太好。脏话台，合理骂脏话。George Taylor。草泥马。哎，总店员被关了。黑人，总店员被关了。那间好像没有窗户。啊，在我这，在楼上，二楼。你们不开走店员吗？二楼的走廊尽头。不是你们不开走店员吗？是你们开走店员的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里面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哎，店员，哎，没有，他还在这边，我转。点什么？哎，不是这里啊，我走错路了。可是我走错了。不要了。相机呢？对，我也听到啊的声音了。我听到吼的声音。哎呦，这面前有没有？面前有没有影子？影子有没有？影子。安，你好。脚架了，脚架了。我拍到了，我拍到了，拍不出来了。哇，强光手电筒。那就走喽，然后我去找猫砂。Go go。Go go。Go go Power Ranger。嘿。